你啱啱見到咧，就係 New Age 推出嘅音波。咁啊，當然唔能夠真係播到歌啦，一時寄養玩下嘢啫。嗱，認唔認到佢先？一打開個包裝咧，你就會見到個本體啦，同埋三柄嘅磁帶。咁武器嗰方面咧，就會另外 pack 開嘅。其次啦，咁仲有一包就係兩對嘅造型手。仲有一包咧銀色嘅呢個初回特典，而呢個盒仔咧，佢就係一個發光嘅特效件。咁但係啦，我就買唔到電啦，真係行咗買唔到電啦。佢用呢個咧就係 CR927， 記住係 CR927 啊。咁喺香港嘅朋友咧，就會建議你可能落深水埗鴨記嗰度買咧，就會有噶啦。可能大家玩呢個舞啊，呢個角色都玩到厭曬咁滯啊，但喺邊形上面咧 ，New Age 依然咧都俾到啲新意我哋嘅喎。呢度咧，我哋就將腰中間呢一個部分180度轉去後面先。將成隻手啦，連埋個連接件。我哋屈到去背脊嗰个位，然后打开背脊呢个盖，卡个手臂入去，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冚翻埋个盖，最后再将个前臂咧先至拍翻实入佢。呢度咧有一块仔部件啊，唔好唔记得反转噶，如果唔系咧，你系变唔到噶，好易令人忘记啊，要记住啦。将个膝关节咧用少少力掹出嚟，咁佢呢度咧其实都有啲紧嘅，咁就温馨提示啦，小心啲操作。咁喺个小腿中间上面呢一度咧都一块仔小部件嘅，将佢拉出嚟。注意啦，呢度系转个大腿部分，就唔系转灰色骨关节嘅部分。
OK， 变形完成，咁佢呢个录音机是是正正四四方方四平八稳啦。如果唔靓仔嘅话，相信就一定唔能够 pass 大家心目中音波嘅形象啦。咁另外佢加咗呢个咁闪亮嘅拼装啦，亦都系令到佢个质感提升。喺个胸盖呢度咧，隔篱其实有条罅仔凹咗落去嘅，咁啊方便大家打开呢个盖，咁其实相当贴心啦。空间方面可以放一柄磁带。虽然阿 G 阿九我哋都知道佢系一柄磁带嚟嘅，咁但系佢表面上面反而冇太多嘅刻画咧，令我觉得佢系一个磁带。不过其实系理解嘅，因为佢咁细小咧，仲分咗咁多碎件咧，如果仲要加多啲细节啊或者拼装上去咧，其实就会令到佢非常之零碎嘅。总括而言，加埋咧呢个 material 嚟讲咧，用嘅原料亦都系相当重要嘅。OK， 嗱呢个放咗入去之后咧，就咁吸翻埋。但系咧我冇电啊，所以试唔到俾你睇啊，真系唔好意思。咁我哋喺呢个后面位置啦，如果弯腰咧，发觉呢度有个窿啊，喂，好古怪喎，点解有个窿嘅咧？咁其实系一个最后嘅作用嚟啊，万一个唔好意思咧，面棘住咗，我哋就有个窿咧，可以督翻嚿嘢出嚟啊嘛。至于讲紧嗰个银色包包入面嘅特点咧，其实就系呢一个炮。好似叮当嘅空气炮咁啊！咁大家见到啦，呢一个好似丝扣啊、波桩位，咁换拳头咧呢个位置有啲紧嘅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咁有个挺腰嘅关节喎，咁摆啲日系动作啊，又更加有动感啊，完全冇难度啦。在示范当中，大家其实可以见到那个活动关节相当之丰富，绝对能够令到大家满意，亦都是一贯 New Age 的风格。你再细看看这些磁带，其实睇落去真系唔系磁带嚟噶，不过我哋知道系乜嘢咯。咁同埋再讲咧，其实比较似真人电影入面嗰种感觉啊，即系接埋一嚿摄喺心口咁样咧。虽然佢嘅表征啊争啲，咁但系咧其他方面系唔错喎，例如佢嘅变形啦，系唔马虎噶，而且仲系咧带晒全关节嘅。好似佢咁样，四只脚咧都系有晒关节嘅。前面呢度咧有三段嘅关节。相当好啦，咁嘅尺寸，冇意见冇投诉啦，系咪？不过咧，佢哋真系好鬼细啊！咁但系
即玩落係正嘅，開心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咁細嘅時候咧，有需要大家記得攞啲工具幫助下自己咯。喺雀仔个即系个脚啦，个底部呢度有磁石嘅，系净系得佢先有嘅，就系有优惠嘅。咁我哋就可以放上去前臂呢个位置，嗱前臂嗰度有磁石，可以吸实嘅，个吸力唔错噶。不过话实咧，其实应该系个前臂侧。先至系，但系而家咧就只能够摆喺个前臂嘅上方。不过咧都考虑到，亦都睇到啦，因为可能个设计啊变形嘅关系咧，就未必能够将个磁石放喺个位啦。作为一个咁细小嘅机器人，以可动嚟讲嘅话咧，其实就已经相当充足噶啦。同一时间咧，亦都超出我嘅预期。至於佢個著名嘅必殺技呢兩個錘啊，佢嗰個安裝嘅方法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容易嘅。我哋只要咧將佢卡落去個前臂側，咁就 OK 噶啦。哎 ，sorry， 我变漏咗背脊呢个背炮嘅位置。最后嚟个隐藏嘅模式，按你自己好，将佢变成个灯柱啦。